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乐高积木玩具。先拼推土机，把车轮装上去。装好了。然后是驾驶舱，还有个铲子，铲子装哪里呢？哦，装这里。拼好了，让司机进去驾驶舱，开始工作了。这里有个大石块，让推土机把它运走。接着拼大卡车，车头装好了，然后是车尾，还有一节车厢也要装上去，让司机坐到驾驶舱，开始工作了。这里有一箱货物，还有一箱，让大卡车运走吧。到目的地了，卸货了。再拼个吊车，先拼好吊塔，然后是吊钩。司机上车，准备工作。搜寻目标，发现了一箱垃圾，放到吊钩里吊起来，然后把垃圾放大卡车上，让卡车把它运走。我们再给把电钻给卡车司机，他要在地面上打几个洞。推土车司机推着斗车过来了，把货物放到斗车上，然后运走。